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7日讯，今日，后卫奥斯汀·里弗斯更新了个人 Instagram， 晒出自己与怀孕中的妻子的合照庆祝感恩节。据之前报道，奥斯汀·里弗斯与尼克斯达成一份3年1000万美元的合同，下赛季将代表尼克斯打球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小里弗斯代表火箭场均上场23.4分钟，得到8.8分、2.6篮板、1.7助攻；季后赛场均上场17.6分钟，得到4.8分、2.5篮板、1.3助攻。编辑 Aphrodites 30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